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无痕车速推广者阿肯为杨先生量身打造的车速空间。杨先生希望假日时能跟老婆一起出游。无痕车速改装专家阿肯运用巧思和创新，将在最经济的预算中变化出舒适又实用的车速空间。改造前，客厅模式、睡眠模式、日常模式、配置明细、总预算。为了克服车内空间狭小的问题，阿肯选用了轻便易装、独家设计研发的车速铝柜。先利用可拆式设计整平板调整车底水平，再运用独家设计车速专用柜解决睡眠与收纳的问题，让杨先生可在平日正常用车，周末能迅速变身为豪华露营车。176公分的平整睡眠空间，像住在饭店般的舒适。移动电源存放的问题，透过拆除中控箱和安装客制铝滑轨板，解决携带式电源的放置问题。这次无痕车速改装不仅加温了夫妻的感情，也节省以往每月要支出的住宿费用。探索更多案例 ，Google 搜寻躲猫无痕车速。